上坡小心点啊，我去上吧。哎，这里有人。右边的，打右边的，能不骑打右边的。你看蹲守，哎，宝石，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好，我给你。再看肉刷的没？有可能。这上面有人。丢个宝石回家吧。我们往肉山这边走，别上去刷了，上去刷断咱们点。是不是没宝石了？应该没了，除非他们再买一个。有肉。等喝点活吧，哎，别打，别直接打，别直接打。等喝点活，先做眼啊。来，再见。给封眼啊。他们没宝石，没宝石。嗯，我隐身去做。我也隐身过去。你们靠过来啊！小心睁眼啊！没，我走这里了，看不到。他可能埋的大雷。哎，好像开悟了，被我破悟了。粉也没撒到我，粉也没撒到我。过来可以打啊，哎，两个没到，他们都回家，我们打盹。视野好啊，一张血晶。天亮两顿吧，我拿奶。我过来拿这个，好好聊。最高吗？这边好像买了好多雷，推一波吧。等我到，等我到。也不要面对炸弹，直接推啊！不要面对炸弹。哎呀，没人敢上去看，我操！能推啊！能上去啊！我没有推棒，能把你推上来。哎，上来！你别都过来抓人，假装推，他们才能出来。我先去外面带了。来，他 BKB 开了。
哎，羽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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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。皮也买活了。我把奶给你吧。别别别，去，脸别对着，脸别对着。我他妈，我想站上去了。好，脸不对着，好难拍了呀！再开个 BKB 把那 A 的炸了。哎，我受不了，我直接上了。哎，他推过了。BKB 直接上，你看 BKB 直接把雷。你直接把我推上去，牛，你把我推上去。哈哈哈！我操！哎呀，我拿奶就好了。快走快走，他买活的。哎，别管我，我操，这不。你们看着打，会牛一顿的。我操！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。保持这样了，保持这样。我好气啊！炸弹好烦，你快活了，可以打的。我方中路兵营需要支援，直接跳大吧，把羽毛秒了，或者 PA， 他们两个大哥都买的。100秒，我们逼到中间去，然后推下路或推上路。家里的宝石哦，没有多少。你把宝石给我或者妮娜吧。你拿来了，你拿来了。嗯。哎，这个标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宝石站前面一点，宝石站前面一点。大树的这个东西。直接去，直接去推下，直接去推下，快！快点来下路，快点来下路。退下来，退下来，退下来！妈的，这都！哎！真他妈的恶心！你等一下我，我刚活啊。哎，这盘不会输，这盘不管输没输，先把那炸弹举报了行不行啊？举报炸弹吗？赶紧把你美肯卖了，出个 BKB 吧。
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宝石被掉了。还有战斗力吗？我在赶。我可以。OK， 这后面留他们。开影魔吧。炸弹啊！他没宝石了，别说了，等我到，等我到，别刚了。哎，我操！哪个逼怪物？我操！打不过他，我操！打不过他。人家说圣影魔老子没打，真是拿头打。哎，我想出刷新啊，逼会逼好吗？那你出刷新、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出一张刷新，你把梅肯跟典妮都卖了，出一张刷新，大五个，五个爆炸。一张没用吧？一张会把他们关起来啊。你 A 账，你放第一个 A 账，把人关起来以后，你每个人拖13点智力，然后你放第二个大的时候，我操，想想你自己的智力有多少？你过来找我。你现在有200点智力。我在补魔。你一个关一个人就是13点。到时候你第二个大就是300点智力的大。就直接刷新好不好？直接刷新。作用不大，关键是什么？你出了一仗以后，你能打先手，你先手大以后他们被关的，你能直接接第二个大。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没时间做活。必须怎么说？你就出刷新啊！出刷新不出一仗吗？不用一仗。什么意思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可以买。你被推下去了吗？对。这边一直在买嘞。我说我身上有。我拿下金箍棒吧。谁的电话？碧晨的吗？萌没蹲的。哇，这是推自己的。哎，他们在追你。推自己啊。两片，你们都隐身看不到，我们看不到你们。他买，他是已经死了。我操他妈！小心雷啊！你们有宝石吧？我有。上路是没雷的，我们一会直接上去，逼到塔下，我们直接上去。够加速甲，够加。等兵线上去看吧。直接去上路，直接去上路。上路有兵线啊。
火车车，火车车，火车车，火车车。买活了，我有弹，可以瞄影魔，只要你们空档。可以可以，板吗？靠板吗？都火了，都火了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你这样走，真的走？我操！他妈这好自私啊！一个 TP 就说，哎，我不管了。他妈的，都不能跟这样，我不管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现在可以抽一张刷新啊，怎么说？你就抽一张刷新，真的不骗你，一张刷新屌的跟他妈一样。关键是你们打牵手，他们，你只要牵手大打，他们没开 BKB， 第二个打他们就直接死了。哎，宝石你们带，我跟装备了，我7000块。我可以带。你们拿，你们拿。我插进去。有满福啊。让他不先干嘛先卖煤坑啊？卖点金。哎，他们开雾了，快跑！没人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他开雾。谁能买的？我能买，我能买。买了包一下。超80分。快跑，我死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70秒。刚刚都走过去了，他们回去吧。他为什么不炸你呢？回高地吧。要退嘞。回高地，回高地。要退嘞。可以买个。直接跳大把他秒了吧，也可以啊，哎，我操，我操，猫神，你别紧张了，人都没了还怪自己。哎，你牛走前面啊，你有宝石的。我叫加。你刷新好像是挺小，两个大。妈的，胆子还是毛很小。小心那个标识啊。都买不了了，别买不了。
放他妈的大雪逼，谁催的我？我不在，可以打吧？没人催你啊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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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输脚，我们跟着大树吧，我们出来就干他们。阿玉，我听了你的，出了一张发型。操你，操他妈！你的外线手大，你找。我跟你说，你找到机会跳上去先手大，然后你再放第二个大，瞬间全死光。你骗我啊？骗你干嘛？你关他们的时候是西之里的。他们现在输出最高就是影魔。每个人吸十三点这里。就秒影魔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不对边缘。秒影魔就能赢了。弄羊都不用是吧？对。你找到机会，看到两个人上去就可以直接直关直大。两个大能直接死吗？能。不死也残吧。不可能不死，我就这样说了。好、啊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走吧。哎。啊？骗我？这玩的我看不懂啊。把他秒了就赢了，只有他一个人会在上面。那不是你上去，你不是你上去秒他吧？那牛头跳大秒他。而且你魔现在应该可以买了吧？过了六分钟了，有肉吧？没大，别在那打了，过来打盾吧。一分钟内有肉，哦，有了已经。猫神，你是不是没有理解你的一仗大、啊？你出错一下。你的一仗大，你第一个大，你关到的人越多，第二个大放出来基本上都是死的。你只关一个人，你就只偷了一次这里。啊，还有奶啊？宝石你们拿吗？没人能拿了，只有大树能拿。我去拿了个碎骨锤。宝石必须要有拿。你拿宝石，我拿碎骨锤。来个奶酪，我也拿宝石。68分钟开战，小心点。过来，我拿，你把那个给我吧，你把碎骨锤给我，我拿大晕。帮拿双刀，帮拿双刀。转成信使了。是的。你不要死哎，我们去拆基地吧。拆基地，相信我哎。推我一下。救一下大树啊！大哥，你怎么去那了？没，我跳地下看不到的话，刚好站在我旁边。还多久？你被标记了的。没，我是推进去才被标记。
羊呢？我有羊，我有羊。哎。我爆炸。好多，这边好多。哎，买毒啊！我操！打他打他，皮特！羊！刷新刷新刷新！哎哎，回来吧。六百 K 你也能玩？拜拜拜拜！我一直都是六百 K。是个近战。又黑了。他们还在昨天地方吗？对。那一会吃饭怎么办？你去那边，我们。我去那边。我们就在这边吃吗？在这边吃，没有。好，这旁边有什么吃的？点外卖。点外卖吃吗？现在点外卖，现在找吗？今中午那个饭不错，就饭太少，我点两个，看他给我打饭了。饿点我半点，我不是饿，等一下点了。嗯，等还剩
剩十秒。三楼见过，其他人还没见过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好像没输，刚差点输了，狼猫输了，输了一把。连个河都没有。酱油，不雪崩，你怎么不选飞啊？那我和炸弹上沉默和记录下，感觉挺高的。除了三路把对面打爆，不知道赢什么。白亮师叔，你要是出个没坑，我们可以推啊。沉默跟巨鲁两个全推。是，剧毒也是大哥吗？给两个吃醋啊！哎，我真是这个狗了。
这人不会逃了吧？哎，他没拦住他。空下符吗？最多。走到就死。哎，他死了。来中干嘛？拔腿了，我操！邪恶与恐惧永存。往上。
地方很惨的。第一个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好的。饥饿是否更加猛？饥饿与恐惧的永存。哎，我操！去毒他，毒到毒到就死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别插棒子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主要是死啊，毒毒毒！毒啊！别再插棒子了。下面别贡献了吧，推塔吧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哦，这他们也去点个眼。
是刷的多而已。上去了。敌方下塔已被摧毁。极为恐惧，永存。编个鸟，你把兵砍了。哎，他逼过，哎，逼过，逼过。你摸不进了，小心点。猫神在东下机，you
学院的。我们没有美卡。去读书啊。一会儿高地上不去啊。要不你出去。你别出了吧。我出吗？别出了，别出了。技法这么差，女生过来送了，好了，往这边了，但已经到飞地了。好了，刚兵太好了，完了，丢人。他走这里面了，这边有阵营，应该走中路有人进吗？我跳跳。你打盾吧，打得太慢了，别打了。我们这没人扛啊，打盾好香啊。赶紧杀人上高。去死啊！磨他们高地。出大没可能。没经验啊，没有经验啊。你摸死了。好，那行。
再碰一下锅。地方就这个装备吗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好的。你好，走。哎，不行。刷一下吧，妈的，我被吓死了，我操，我还以为对我一拳打死他呢，吓我一跳。医生，我去吃饭了，弄完。好。敌方侦察已被摧毁。太饿了。敌方侦察已被摧毁。我闭上。少这么狠。吃饭了。点吧，点快一点。啊，好吧，点吧。多久装了？